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来种香瓜。那这个是香瓜的苗啦，那它哦，这一颗它有两，这个穴它有两颗啦，那就一起给它长。到时候看哪一颗好再留，原则上应该是这一颗啦，不过目前暂时留着，种下去生长的情况再观察。像这个啊，每次挖的孔位如果掌控深度不一定啊，以现况要种的时候再孔位再填一点土进去就好。像这个苗哈、哦，看起来有点细长哦，拉太高的感觉嘛，就好像类似土长啊。像这种情形啊，小苗的情况，那我们种下去，水分不要太多啦，适量的水。Thank you.